当老师当完学生之后，转换一下身份变老师哦，你按一下进度，按下去，你看，大家回答的情形，这位是我没有过关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打勾的不是不一定过关哦。那我怎么知道到底大家回答的情形？对，你滑到上面来，有没有这一条？题目那一条哈、哦，你把它按下去。你看我教一次，这位同学过关教两次。有没有？我看看，还有教两次的，但是两次有过关没关系。我们的重点要知道什么？他是猜对的还是？哎、欸，也有可能蒙对的哦。所以重点来，我们要看这个。秀慧老师拍谁哦？借我看的哦。点进来，你看这里，有没有发现他第一次有错一题？你教几次没关系啊，我们练题你不是说可以练习 N 次吗？你如果发现那个学生的答对率忽高忽低的，不用怀疑，一定用猜的。哪有可能你对的会的会突然变不会？你了解位置哈？嘿，用猜的呢，你看点过来，你就知道，哎、欸，他刚哦，原来是这里错了，了解吗？这是看个人的，但是我们还可以怎么样？看整个班级的，依照题目来看，有没有？整个班级，我们就以第一次缴交的为依据。哦，原来有人，你看有打马路，也有打瑞武啊，这样你了解意思了吗？我们这样是不是可以知道整班的程度？不用一定要个人啊，我可以整班了解那个学习的情形，这样会比较有作用嘛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 one of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好、哦，那这一题就只有两个。答案而已，所以教两次的意思，教四次，老师你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哈，来，二十四节气应该是农历还是国历？什么？我题目已经写啊清楚啊，你跟我讲，来，这样不行，但是我必须跟各位老师说哈，其实啊，这一题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答对率越来越差。因为它是国历，一个月两个节气，它跟太阳有关系，这样了解哈、哦？哎，很多人都讲农历的哦，全讲八月十五哦，那贵中秋哦。好了哈，来，那我们再回过头来，你看长知识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我们回到这边，再来这个也是哈、哦，哪一个刚刚大家都会嘛，大家会啊？那会是什么诀？痛诀，对，所以最近天气冷，不要吃麻辣火锅。你吃的我跟你讲很痛呀，你为什么说好吃好吃？哦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影片题，不是这个，请问到底是宽高还是其他？你知道什么叫多数暴力的吗？只有。真正厉害的就只有这些人啊，还可以回家吗？那是影片的高度，所以不要人云亦云，对不对？大家讲的不一定是对的，好、哦，要跟着正确的走。那我跟各位稍微简单说明一下，您平常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啊，这里，您一定有看过什么比那个480还高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广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。你看我这里打开，哦，有没有比480还高，还有比720还高的？有，240就是320乘以240，大概是 DVD， 因为 DVD VCD 352乘240。好，那360大部分这个就是640乘以360。一般像我们在网页上不是有些看到文章里面就有放影片嘛，大约是这个。好，那再来呢？480这个就是720乘以480，这个是 DVD 的底子。你在网上是不是后面都有 HD 高画质？这是1280乘720，在网上你会看到1920乘以1080，这样你们了解了。所以这个再上去还有什么 2K、4K、8K 都有，好，就这样可以了吗？老师不要一直把我想有这么复杂，好吗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，它就是
高度而已哈。好，那抗生素这个应该大家知道吧？抗生素可以杀死细菌还是病毒？细菌啊，病毒不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像我们感冒就是滤过性病毒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感冒不有益啊，爱靠自体免疫力啊。好，主要了哈，主要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再来这个，哦，这个你看看，这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很漂亮，这个不可能答错嘛，我们学校不可能答错，这位老师应该是练习用而已嘛。这样了解了哈，哎，我们这样是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哎，同学如果说在作答的时候有什么问题，这样你可以看到说图就马上就知道了，好。好，啊，这个就不用讲了，这个大家都直接跳的比较多吧？有人有这么认真看吗？我偷看一下，应该都是跳着看的啊，对啊。这位老师林老师不错，我还看到后面，因为大家现在都看一次，所以不会有那个颜色比较深浅的问题啦，哈、哦。有没有发现这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后面这个就不用了哈、哦，表单那些我们就不用看。所以您可以发现，如果我透过这个方式来检视同学的所谓的学习成果，有没有跟平常大家用考试的方式比较不一样？不能每次都用考试的、啊，考试从小考到大，有时候那个技巧很厉害啊，猜题有些人会猜，呵呵，对不对？哦，可是我们的重点其实还是希望说大家都会嘛，这才是比较重要的。